左定右？喂，咁呢啲嘢好主观嘅啫。点指兵，兵点着，谁人做大兵？好，右边。翻嚟我个 channel 啊，咁咧，我哋今日咧嚟玩一张单人嘅解谜地图。咁咧就系我哋平时地图成日玩开日下大大所制作嘅地图。咁今次嚟玩嘅呢一张地图咧，就叫做。请勿作弊，请勿跳出地图外。欢迎任何北，欢迎到巴克莱留言，请开心游玩，请把粒子效果开启，音量调调50。开始第一关，开锁器，需要开锁器。OK， 咁即系点解得呢边可以掘呢个石头？可以放在六寶石磚上。第二關我有記錄點，貌似就是跳下去跟住拉掣，是吧？是，不行，再來一個 Flip。 應該崩了。Yes。 第三关来个 check 先，射箭，哇，好难啫。哇，过了5分钟，不是过了5秒钟，对决啦，他就杀死了我。跟住叫我行过去，好，第四关嚟个 checkpoint 先，拉我，我好。喂，哇，好彩，即刻褪下去，冇嘢先，冇嘢嘅，呢边踩住佢，吓，我哋应该中咗作者嘅 trap。我哋应该即刻，哇哇哇哇哇！在那个在站在这里上面，为什么没有防火呢？喂呀，他是不是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即是没那么简单的，应该看看。哎，这里有没有东西？哎，原来有坑水在这里的，这里原来有个 barrier block。 哎，爆炸嘛！我系嚟领走呢个灵魂嘅，本质完成一个任务先。今晚一齐食鸡，唔好啊！咁我 cancel 咗你，等你破完全部关再嚟揾我。我觉得呢个掣咧揿落去一定死嘅，所以我决定我应该相信自己，我错。不可以有太大疑心，有时候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嗯 ，OK， 有冇掣啊？剩冇咁点样过去？
會唔會有 Bera Block 咧嗰度？喂，神奇吸附能力，跟住咧，咁得唔得啊？喂，得嘅喎，喂，但系棘住咗喎。应该个地头有啲 bugs 啊！哦，搞掂，睇6.9关。spawn point 先，呢一个系咩颜色嘅羊毛？呢个系白色咯。喂，作者唔可以咁嘅，专登叫我拣啲错嘅答案嘅。北韩路改亦。此下去可以破壞鑽石堡，這個作者都挺陰濕。這個 checkpoint 為了部落，會不會有什麼特別？來拿裝甲包，嘿，欸，原來掘到粒鑽石就可以直接下關。輕震的鐵磚上必要動，然後再使用原力把對面的按鈕按下。我錯了鎖啊！想陰我，請啲拆除者負責。我哋唔要貼士嘅。嗱，咁咧，絕對咧就唔會係就咁樣掘鬼咗佢嘅。我咧就覺得要掉落呢啲窿度嘅，試下先。嗱，係咪啊？好，又嚟到二選一。究竟应该信自己定系信作者呢？我咧就觉得呢度有支白色嘅花，咁即系代表咩啊？死亡啊！咁即系揿呢粒掣有机会死亡，所以我都系信呢、這个。诶、欸，竟然啱咗，掉干。哦，应该系掉。叫阿麥聲過去，試下先。誒，爭啲，爭啲，過嚟啊！過嚟，喂，好啊，過關。左定右？喂，咁呢啲嘢好主觀嘅啫喎。點子兵兵點著誰人做大兵？好，右邊拉。喂 ，Wolf no！ 睇嚟呢個點子兵兵都唔係好信得過。我係日下，我唔知道呢張地圖會唔會比第一代仲要經典。其實我冇玩過第一代。如果你中意呢張地圖，就撳個 GP 或者回覆。仲有佢開嘅 YouTube 頻道，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訂閱或者。去佢個 Facebook page 度 like， 咁啊，今日嘅呢一張大解密地圖咧，就暫時到此為止啦。如果中意我的影片，歡迎喺下面度撳個 like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仔，快啲訂閱啦！咁我哋下一條片翻嚟再見啦，拜拜。